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，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。我不怕千万人阻挡，只怕自己投降。我和我最好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。一站是不是天堂，就算希望不能绝望。接下来要主持人，主持人，主持人，那你们觉得很好玩吗？好玩。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，我和我的倔强。握紧双手，绝对不放下。一站是不是天堂，就算失望不能绝望。我和我最好的倔强，握紧双手，绝对不放下。一站是不是天堂，就算失望不能绝望。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。就这一次，我和我的倔强。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，绝对不放下。一站是不是天堂，就算失望不能绝望。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，我和我的倔强。到天空还用说，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，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惹了报应，惹了随意，我不要紧，不知剩下后，现在我也不接点修理，别想破我的真气是二逼，怎么烦人我逼问我要念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领，我也会接点修理，别想破我的真气是二逼，怎么烦人我逼问我要念，今天遇上我的是神不要太可疑。无论何方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，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。我脑海四根清净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没有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。现在我又会接点修炼，别想破我的真气是二逼，怎么烦人我逼问我要念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领。我又会接点修炼，别想破我的真气是二逼，怎么烦人我逼问我要念，今天遇上我的是神不要太得意。
去都看过，每一部都很不错，特别是周星驰和某某卫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，还有一个幽默但是唐僧路过，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，才有一些私人问题，而且还没找到自尊，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，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八度空间的歌。Whichever page you were on, this is a whole new chapter. See, I once was a king, and now I serve my master. My master is the master of self. He taught me how to master myself. My master is a servant of people, seeks to give strength to the feeble.